看看我，再看看你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太悠闲了点？快过来帮我抬脚。这边这边，酒桶太重了，我自己可搬不动，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老头子亲生的，天天指使我干这干那，答应我不是苦力啊。那就放那边吧。似乎有一片海湾，那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赶快看看风暴的情况。糟糕，暴风雨！海盗船！我们有麻烦了，这是红胡子的船，现在出现，看来应该和我们的目的一样。小伙子们，将炮弹准备好，上主饭。
亡，被困住就麻烦了。找心坠落的星辉，
原来是通往神殿的指示。咱们还等什么？快去找宝藏吧。我们先上去看看，其他人在船上看守。
快醒了。我还以为算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归宿估计是在哪里喝酒吧，船长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，现在整天醉醺醺的，还是给他些时间。我会继承威恩船长的遗志，继续出海探索。当然，在听说你要出海之后就有这个打算了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找不到船员呢，有了你们的加入，虽然人手依然不足，但总算可以把船开起来了。哎，准备战斗，发现危险，进入战斗模式。